我是先，我以不明人士闯入民宅，造成附近的居民恐慌。我们把现场转交给记者。大家好，我是记者徐慧德，这是在线的摄影师邓一成。等一下，前面有一位在唱歌的哥哥。大家好，我是张秀君，我这里打歌的。I have a pen, I have a apple, apple pen。前面有一位在啦啦队的队员，现在我们要访问他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加油加油，好一起，我在帮邓一成加油。谁是邓一成的？这位邓一成的阿妈，你来这里干嘛？哦，好。这位喝醉酒的阿北，你来干嘛？打他。为什么？因为闯迷宅。哦，好。前面有一位穿着高跟鞋的辣妹，我们现在要访问他。哎呦！你来这边做什么的？我在打闯迷宅话的。用什么打？好。前面有卖送东西的小妹妹，你看这是做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只是听到有人在叫外面，是谁的披萨？赶快来领！这不是最近很红的皮卡丘吗？这位可爱的皮卡丘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来设计胸脯变态啊！用什么胸脯？宝贝熊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哈，好，来那个。